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。那这个兄弟从哪里过来的？常德。这个路虎什么车？路虎卫士。这个一把过。啊。儋州。那个肯定能上去。这是儋州版的吧？常州四门版的啊。这个就不代表常德了吧？我觉得你可能一把过不了。试一下。可以开干啊！来啊，常德的兄弟啊！去年跟马帮一起过来过，去年开那个雪铁龙富康，啊，那个小小的富康，去年来过啊，今天又来了。下雨天没人。他这是路虎什么？卫士。卫士。有点加上猛烈很多兄弟。这边。这边啊。哎，你差点就干了啊！第二把，第三把了。可以啊，这个有锁、啊。嗯。哎，30公里。可以嘞，可以啊，轻轻松松上去。路虎卫士啊，上车没有一把过，看下车能不能一把过。上车也还可以了。下雨来的都是有备而来是吧？没有两把刷子，他不会来这里。全部都是空气悬挂的。哼哼，来倒两把。等着，说你都是。你带一枪去，你等着。不换你带子。你等着可以。不行啊。啊？我抢了你张子，带几个师傅，还搞不搞？还搞个一把过不？张子一把过，100%会过。夏天很在这面。夏天的。张子100%会过一把过。还干一把？干还干不干？哼。来啊，今天这个路虎啊，其实是那个华为问界五带的这个工作人员来的啊。对对对，先他们说清楚。对，那个他们，我开了直播，开了直播的都懂啊。他最后不敢来了，因为我开了直播，差不多，很多人看，他们觉得可能爬不上去，可能有点掉面子，他们就都走了。对，山上给他做了饭啊，做了600块钱的菜。我希望华为问界五给我把这600块钱的单给我买了啊，希望晚上之前给我买。我们刚刚开直播也给他打了电话。他说晚上会给我买啊，这个都知道的啊。对对对。啊，华为问界五给我把600块钱的单晚上之前给我买掉，好吧 ？OK 啊，今天的视频拍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关注王晨佛伴上木屋，拜拜。哇哦。